一边又一边认真弹唱的脚头拿电器琴头架也属行业创作歌曲。翠谷乐团正在为下阵日的泰国演唱会加紧团练当中。正式成立三年的翠谷乐团是由四个同好音乐的泰西亚拉耶所组成的，其中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创朋克摇滚为主的客家乐团。本来是一个音乐基底杯啊，就就会知道诶，认为一个一个好老发的一种一种摇滚乐团，还有还有那个重金属朋克就懂得，但系一个客家发的都无，大概都会弹个那种木吉他的这种小清新的嘛，啊，就弹关的，大概都弹听到很关关那些嘛。后来轮每一个较甜的音乐，啊，他有就会挨六年前。就开始就请的那个一些好朋友啊，啊，像那个山姆啊，还有有拜个同好李姆啊，啊，还有诶去弹个音乐机诶弹个表演音色都会贝斯手张哲啊，就大概就跟他来搞。我先跟他在一个酒局认识，然后就是聊蛮多音乐相关的，然后就是聊到一些喜欢的乐团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我办了一个音乐季，然后请他来表演，然后就玩得蛮开心嘛，喝蛮醉的这样，然后最后他就邀请我加入他的乐团。对，那因为当初我去听完之后，其实我是听不懂客家话的，所以我那时候完全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当下的氛围跟歌词还有他的旋律跟他的曲我是很喜欢的，所以后来当天他问我说自己思考怎么样要不要试试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以来玩玩看，这样，所以就一路到现在。正式来搞要吹歌是26年，可是比说有得奖嘛，该就慢慢懂得个表表情的啊，一开始就感觉到阿伦前来搞，就感觉系伊搞啊，无蛮个想法，没冇想到哎，有一年能够按用伊按到低峰表情。颁给你了600万人这么多的人哦，其实我们客语算是不能算不是弱势族群哦，它是一个大族群。苗栗滚滚出世的财工乐团团长赖松权，从高校北上在台北的报道客家天台工作多年，已经6年了。伊阿弟一只空中客家种地都大可以起家的一片田。起条板。对啊，你做下分母员。条板老苗栗的亲朋好友啊，还有条板的同好来讲，讲来去客家天台做事，欢迎笑啊，就要讲。你台北还做乜嘅客家嘅条路咯？其实就是很非主流啊！啊，后来当中是说，做做诶，种那个客家话，其实系那时候那娘转来，那时候可以讲到喊较好嘅啊。那其他咩可以是主持广播嘅节目啦吼，不说就有老个以后转来啦。然后整几年被做嘞很嚣张。你看自己有时就会让我分享过，你爱数歌的用白琴用白琴，就可能 demo 的就会先不爱弹一下，还无讲这个歌词，阿婆给神灵彩用白琴，一开始里面可能里面唱是阿公阿婆土台的，古时候糖豆呀，阿婆的叫妈阿婆好喝酒啦，阿婆对俺用白琴，然后就知道东多，所以讲弹起来还较硬诶，还有 power， 还有力量诶，我其实这个歌词。认真弹，迄都是稳妥嘅。不过都比如讲录音啊，也系制作，也系讨论嘅时间，嘛该也系全部都懂。比如它嘅风色，也系曲风较强烈嘅时间，就真嘅有无强嘅感觉。尤其唔管系现场，
也是经过团的这个录录音出来的东西哦，就有一种动物刺激的感觉。不管是内容食堂，就有一种哇，心情会腾腾动，燃烧的各种感觉，还有其合法的发音啊，就会看妙的动物的吸烟腔，细皮厉害。苗栗家乡按当年来做发生过的，还有七家的沙飞当中面临的事情，全部都是赖松群的创作来源。有啦，有下到从农民啊，或者空政啊，就是本条家来这个剥削嘛，哦。拿点个脚脚条啊、锄头啊，就老去去抗争嘛，去掩盖的啦。对，还有下都懂得就是后生人的难题啦，就是抗议穷的难题，就穷嘛该救生啦、没钱啊、买不起布的啊。当灵感一来，旋律感强的赖松群，唔是乐器，只做得随时随地创作，用手机的记下歌词。旋律老浮现，安阳的创作能力，赖松群讲，其实是来自家中遗传，还有不可言的栽培。我阿爸头摆咩有弹一种民歌啊，哦，铁不卡面会充满爱弹，哦，就是哎呦，你年轻萌萌的哦，好像很有样子哦，吼，哎啊，就老讲来没有去学，阿爸就哎，自家就老给买一把新的吉他，哦，给直接买的差不多我一万块哦。哦，提把就我一般扣啊，就去学吉他啦。滴苗栗，苗栗就这时间就唯一一件个个乐个风乐好个吉他的地方嘞。哦，就去学啊，就天天嘞就学习一些嘞弹唱的歌位啊，吼、哦，都要哈，后来就会cover 一些嘞国外个摇滚音乐安尼啦。哦，啊就开始接触到天吉他啦。啊后来爱落台咪强用风爱啊，就一规部钢琴都会好弹哦，好搞音乐安尼啦。礼拜六日，赖松群伫新北总府转到苗栗公馆的屋卡，规家人强下吃饭打斋鼓。虽然已经94岁，赖松群的阿婆创意客家山歌，气发量唔会输后生人，祖孙三代人喜欢的歌曲类型无嘛相同，不过达成人全部好音乐。我其实也好，也咧，也另外好讲个，咩同只人也去讨论个音乐事情，哦，我咧就在谈啊，在同路在音乐，哦，嘛披头士啦、伊戈斯啊、比基斯啊，了，个都还蛮有谈。对音乐吼，我从来没有吝啬，我且唔来伊个商行样听。他家本来安尼，老人家不看人都会想讲客家话，就会唱样山歌，去较老派个曲风。啊，内头本来较好的音乐，就会摇滚乐啊、朋克乐啊这种的。我就是较鼓励伊尽量搞起家的东西啦。那要对就喊黑友商，想要做嘛就去做啊。用用体尝试上个项目嘅才艺，买买个新嘅游戏机，也系软体。赖广平向来就唔会压擦，佢系鼓励赖双全用客家话留亲情为本，创作新嘅客家音乐。音乐嘅东西吼，都有些嘅方式，唔同有啦。讲到起码讲内容，佢会佮出发点系同啦。佮出发点就讲，反正。我老客家文化，客家话，就管客家糖嘛，大推一个名人出来嘛。你从特别那种特别传统的音乐来讲，也唔讲唔好，但是传统的音弄来弄去，弄来按到顺眼嘞。
后生的，听过这个名字啊？唐雅丽，后生无可能一个唐雅唐得了传统的歌的。你连阿爸大伯都会讲啊，哦，阿婆七干咪会讲，就讲阿爷哈叫。叫七条暗号，就会提供一条白油，有诶，弄散弄诶散丁茶，叫有连段。好，古早系一开始就上我了，只可能下下下过，就用下人家提出来下，提白下过位，我真经无好想来下到下量机啊就丢子。你说阿婆会讲，因为有安尼个魔力，明明就不懂真爽是不是嘛？好叫的，啊，然后。下歌呢，本来有一种啊，面吹假面感情的勇气啊。我下巴要过水准。我讲的是同我讲。哎，其实我嘛，下巴同要水准。嗯。啊，我都过。我可以。老赖双拳用在台北做事的财工乐团故事李默，只有一表了，只会在台北转到苗栗太湖落户。李默在三大乡的西部的地图，可能都当到李默的阿爸李明凤的书法创作。在音乐专业养成一方面，李默也老赖双拳强约，从小也爱做支持其学大鼓的。哎，有两只阿姊妹，伊也着买好个钢琴做好诶呀场地，但是想讲内面好好一只无强用诶，哎，唔希望从偏强用诶，啊，就看有一年哎记得迄个时候时节就欣赏有边一只影片，做打鼓诶，啊就哦看到就感觉中动听动爽那种，哎。然后准备开始前，我就同阿爸爸妈妈讲，要学打鼓的，因为伊很多人动厉害，诶，咩上爱玩。赞！你这声音的头那当属于偏低，甚至于动到声音呢，本身脱牙口的，要注意脱皮，做事情要做皮样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啦，哈，在所难免，就起码可能丧失自家心气、心气的抉择，啊，阿弟，本身还托保险业，当然他讲很多保险业经常投损，但是伊业余的话，就会很多，你讲很多斜杠人生，哈，哎，啊，做牙而已，哈，啊，生存几几多，女生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阿哥。啊，那坐定，坐定。坐定，我坐哪？坐好来，坐好来。哎。哦，好好好，好。来来。李默的野外，三十年前台湾体育家新开播的行业天使频道中年微神天使开播的时节，两公婆就开始赞助一家微神天使台，还带动生意的推广客家童谣。那两公婆带动生意呢，就投入一个客家传承的各方面啦，加企业上卫星电视台，用全国的方式。来带通吼，可能原则上吼，太监也较容易，生意也都较容易吸收。三十年前啊，英光诶，十年后客家话会诶灭脱，因就成个位思讲啊，计个台湾计客家人啊吼，讲客家话会灭脱，让个实啦，实实啦吼，做出戏啊吼。来吼，买去多个卡拉带嘛个东西，按去送先生，送佛教。八点去前，先生讲拜托，也得话吼，同来表下诶客家诶个一个童谣啦吼，客家歌诶，换条声音来弹好无？李默诶阿爸李明凤还讲，其本人拉诶变作为客家朋克摇滚乐团诶团员，其他甲拉诶做得比个太傅诶连杀。四十年前，高雄诶客家摇滚乐团诶团员吴生之来争一口气。应该说，伊个话就讲，吴胜志，伊摸出来离开一个影视演播后，一出多下来，人家讲新人生命，无人再有带动那个摇滚。输诶，他敢摸啊？你讲当年噶哈，最容易也吹过，啊，也后生年，突然间笑出来，哦，啊，我相信讲，
客家无声都重现台北吴胜志，加他创出的摇滚。我看团名才高一两十四，在合法当中定义是悲哀、可怜、冤枉的意思。团员都建一单枪两三十四天，后生人教我团使用按负面的团名，敢推背为一张人面前留团员的本质的精神呢？因为爱下就会搞的，一下较一下一下的。人高个身份的，主讲找歌，他能够代表我们的精神这样。我觉得很符合，就是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啊，真的是我听到时候觉得，蛮符合我这个人的基调，这样，就是之前可能聊天聊一聊，然后阿伦就说，哇。你才是，我才是这个团当中最垂钩精神的人，就会觉得，确实这个名字取得蛮好的。上都会做按负面的名诶，一开始系咩系本岛东岛诶 Tuning 我团样上多诶啊，佮时间像咩草东没有派对亚东我团，就会亚种很厌世的风格，就会讲。你就懂毛，你就懂烂嘛，就这种很软烂的风格哦，没有样相同啊。还有另一个团员嘛，伤心欲绝，里面黑暗的一个团员，就是很负面的。就是说，哈嘎，他负面的词就会叫做吹歌啊。对我来说啦，就是吹歌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负面的词，就是因为我觉得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的问题，很可怜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再站起来，或者再继续往前，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样子。就像是我们会在每次的失败中去学习怎么样变得更好一样。无无闲，廖小花，太上妈，蔡公公团的歌诶，唔但唱创出家的故事，还佮创出沙比代成年的神态建设。我爱带起来，同好去观察呀，沙比当红系列啊，代成发生的事情啦。伊了做嘛，该袂按蔡公清楚有原因啦，咩咩记伊上爱按哪个呀？所以，所以佮只反清嘅问题，咩唔咩讲，要英国做嚟改编嘅。但现在做嚟改编，系记得话系，记得话神行啦，心就是讲个心情啦。哦，记得驾驶做嚟演面嘅了英国，哦，会较欢喜，有一只出口，哦，还是我安尼，我来教英国团就值得了啦。密室团练过的几阵嘅歌后，蔡公乐团来到高雄江顺乡嘅泰港开创发通现场，出头天舞台准备泰展神速。出头天舞台下超过百十人，停顿音乐表演，特种动作，有人一出题嘅跳舞，有人太立体嘅翻跳呢。蔡哥的音乐爆发强烈的感染力，还是到东张啊，东张，很热血，很热血，然后追梦啊，追梦，很感动，很感动，就是从他国中就有看他在舞台上就有表演，他国中的时候会自弹自唱那个500的《浪人情歌》，就这样看他在那边表演，我觉得很感动，看他一路这样子成长。然后就很冬用啊，冬草啊，对，冬草冬感动，安尼朋友安尼冬厉害，
老土泰大港，泰港泰港泰港的表演安尼动听。我觉得大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很密集式的练团，然后准备，然后到表演当天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比我预期的来的没有那么紧张。就是我在上台前一刻，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来了，来到这个舞台了。开讲开唱，都也哈还唔都唔敢相信呐，又发图又继续去表演，按摄影乐团又唱个客家话的，当然我们谈唔熟啦，但系还有继续安尼去开讲开唱，啊，先从咩项目动作嘅唐中平又讲你啊，叫他来教，恁都也哈上去了还是哦，当好个啦经验啦，都也哈说诶，希望还有继续再过去一摆啦。刚听到被邀请的时候，觉得蛮兴奋的，因为其实一直有觉得大港是一个我们就可能所谓听团仔的一些比较指标性的音乐季，然后就觉得能够去那边表演的话，很有受到就是肯定的感觉。一开始就当紧张啦，不过就比到就。上港可能是第一排，咩可能是前后一排，唔知明年还要一只机会冇，所以就当上嘛练啦，阿娘啊，去到就当兴奋啊，当痛啊，阿娘咩当热啦，唔知算系一只人家的位里程碑阿娘。一群人对此的打雕冲来冲去，在各个团演唱也属以苗栗为主题的创作歌曲《苗栗眼睛的世界》。舞台下播的歌迷达三人全部搞到像电影样的，也有少数歌迷认真弹得赖双全所创出来的琵琶的声音。开始我想要来批判苗栗，其实就会讲，其实我是太爱苗栗了，我才会想要这样子去。啊，那就会做用一个就会尬台变音，就是我现在把我感觉是一个外地人，哦，看准去苗栗按那个国土了下。因为台湾你就空到个三度风，某些观察，某些提到诺贝尔的事情，啊呀，他自信按发他的，因为提到苗栗呀哈，啊。其除了讲后山后水以外，伊真正发生的问题也嘛解。伊个歌曲嘛，个苗栗扎克啊，你爸都系哦，这个奥诺讲苗栗，当爱苗栗其实唔系，佮都系有些少男个一只心情。我想两组的后生人表态的信息，每是两下其实不但像客家界，所有的台湾的世界的族群后生人后生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是讲做在乡下那多年来聚集到客家的人脉，两组的几多的成功，啊，本他那多年上来来接触客家的东西。从到吹过音乐，提着佮佮苗栗音嘛哈，佮客家话讲的非常的正确，哈，腔调。正确，然后他走的又是朋克风，就直接骂人，那你听了就很爽，因为，有没有喜怒哀乐全部是人生的情绪嘛，哈、哦，嘎斯翁一天到晚就是怀乡啦，爱土地的，这样不是很无聊？所以我们还躺着脆口，因为我也是眼睛一亮。十几下摆拿到金曲奖，也担任过金曲奖评审的资深客家音乐人，且以为韩志出。
在也最近几年来的客家音乐创新和语言传承当中，才国乐团的音乐创作动摇设立，填补了26年来客家音乐所出现的空缺。自称客家传播媒体人甚至也认为，才国的音乐做得统一客家独的客家历史内涵，来发挥客家台的影响力。以前差不多2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希望找到新的客家音乐，好，因为以前都一样，都是比较演歌性的嘛，唐山沟台哇，莫班对不对？咚咚咚咚咚咚，对不对？那我们希望听到新的。不过呢，你要经验遇到现象，就是东西都很新，不过你谈不出这个团，可能叫语言流失太严重。好，你下动作团体其实它记得音乐非常新，不过记得唱嘛，其实谈不出。哦，你系我感觉你训练哈 ，any 客家音乐界的一个要去突破的地方，因为毕竟是传承族群的那个语言嘛，好，语言是最重要的，毕还是要唱的标准。佮发现到两人已经融入到顺时，因为青春当中好物嘅，还有认识诶，甚至老 any 客家有关联的故事，长期有写一首歌，叫按到数千万个。我讲到咧，太平天国时代咧嘅风俗圈，当然有关联。咱咪当鼓励佢讲，做啲亲密式跳摆，全台历史嘅人物，然后你客家有关联性嘅写歌。好，因为蔡国基嘅歌王哈，佢还写用大清腔音嘅欣赏。高雄台港电台演出过后一整夜，蔡国乐团的体状转摄正式发行。蔡国乐团多一下发了体的转摄以后，当然希望还有动到底，但是一下就会累积这种创作能量。一下，其实体的做体以后，一下会是有一些的这个灵感，这个枯竭的感觉。不说还要听听的情绪的灵感提出，还讲我弹卡多的音乐，卡多的表演，哦，这其实也没断气做的达成的啦。可是你们知道，做的体力就是做完结，其实都无简单。好，这个比较好，没有那么重。对体状转摄在高庭人建筑中当中，感觉得顺利入微，得奖不讲不热，团员特色有各自的想法，对乐团行客人的未来，这些都表示爱行客努力。发体状转摄的咩？也客群的做目标做希望明年的金曲奖，看有入围机会，咪像希望未来有办法做天衣转地三个，安样，我们一到年看到咪客家歌的咪安样，咪可以安样和平样，按朋克按摇滚这样。当初必须忙用耳朵多，忙买得过奖的时候，一下去上网的提防啦，未来人讲自家去发通，那自家要想要尝试一些嘞，就是讲木工的曲风啦，啊，尤其是像民谣的东西，你自家你懂好弹民谣的歌的呀，哦，我就是大概搞一些天字型，我没做得，就搞可能啊，大概都思考那样啦，其实因为要搞音乐哈，就会这个副业嘛，你说太家无那个压力。但是面做唔得工，无压力就不积极，哦，比如说一方面，你就上网就抽呀。